我不能再拖了。怎么不在广教干呢？做衣服没钱拖。郭景山尾款承包该上来的时候说好了，每年都有份款。悄悄地吧，你不跟我说，到时候你跟郑经纬人说。收到过你两笔钱，一共43万。那他怼了啥？我不要你的钱。 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。你是叫小玉吧？我是家里的老婆。晚上客人多吗？不好说，凌晨1点一波。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经济问题？我咋不是段子节目里了？ 还没得钱啊！我不是小姐，回家找你老婆去。就这样吧。老舅先不行，老舅先不行。你们妖怪都怪老天爷，有啥子想不通都去问他。